一辆罗里在大道行驶时，挡风玻璃突然被一个不明物体撞破。司机事后调阅行车记录仪，发现罪魁祸首原来是一只鸡，令司机无奈感叹遭遇无妄之灾。画面显示，事件发生在昨天早上约8:08。乌裔男事主事后在网上留言，庆幸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。不过网民则对事主的遭遇感到同情又好笑。